好多网友问的店家来喽。老板娘推出无几盐中玉款旗袍，都是新鲜出炉的哦。大家好，友友们，我今天又来向你们介绍中玉的这款旗袍了。从这个电视连续剧当中感受到我们的中玉小姐，她是一个精明能干的小姑娘。中玉作为留学归国的二姐，她的旗袍便添加了时尚元素。这是白底的黑圆点的大波点的旗袍，波点元素在西方应用广泛，是非常经典的存在。礼服、西装、衬衫都可以看到它的身影，取西方服饰之精华融入到中式美学中。因为我们这个是以底色白色为主，黑圆点，那我们的扣子呢是黑色的，扣子的头是用珍珠，这样我们现在就是用中西合璧的感觉。虽然为大众安了穿脱方便的后拉链，但老板娘还是非常认真地保留了衣服原有的设计。所以的话，穿上我们家这件布的旗袍的小姑娘，她是很自信的。宝宝们，今天我们的中玉款又开始上新了啊，它也是一个波点的。这一次我们的这个连袖的话，不是这个破肩缝，也不是这样的破肩缝，而是我们的后面的一个肩缝，采用插肩裁剪工艺。对的，这样的一个袖子的话，这里比较柔顺一点，比较好看一点。针脚细腻的一字扣搭配元宝巾，细节感哦，满满少女感，很减龄哦。更多同款，敬请期待。